这礼拜7月4号到7月5号呢，在南投民间乡松柏岭球场所举行的松柏岭长春慈善赛，那这已经是 TSPG 连续第八年举办，那今年呢就有这个卢建顺老师呢引荐的这个多位的善心的企业人士共襄盛举，加码来赞助，所以帮助南投县中寮地区的偏远小学的范围也从原本的9所呢扩大到17所，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事情哦。连续八年是这个举办这样的一个慈善赛事，就算是在疫情期间也都没有中断，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那本周的赛事一共有114名长春老师参赛，那另外当然还有这个业余的青少年球员。对呀、哦，啊，我也轻了一点点哦，要不然这个路线呢是刚好。哎呦，天，又进去！哎呦，田间的这个推杆蛮好的哦。今天他所抓下的第二只 birdie。上来再补进，陈云君，这个被你推杆有点上坡，上来哦，从这个机动左边是冲了过去。现在只是一只 birdie， 一个 bogey 中二，林根基 par par 没有问题。然而，第八洞这边的第八洞的第二杆翁永田，很好。刘元德左边这边上来，今天旗杆当然也是插在这前面的位置，但是陈元居连击，哦，蛮好蛮好蛮好，哇，呵呵，很棒，全力的滚进后方推回来，加油！这礼拜在这松柏岭球场滚进速度应该也是最慢一点，稍微左到右的下坡过来。然后再补进就可以。哦，甜的。左到右，哦，就差那么一点力道而已，要不然这个路线其实是抓得蛮好的哦。轻了一点点而已，呵呵，目前是负一。那林根基漂亮的第二人上来之后呢，在这栋单也是抓下这支 birdie 今天的第一支。好，陈云居两推杆收 par， 王立川的八弄的第二杆，然后方向不错，不过这个球当然落点就已经是在旗杆的上方了。张木川的从球到右边这边打过来，哎呦，漂亮哦，漂亮。再来是吕文德，很不错。哎，低位置的短切球处理，
王乐超回推回来，哎，这个对，很快的在洞口前呢就停了下来。张文川左右右的转折，这个球左边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好，第二支漂亮的伯里尤，今天的第三支，因此目前是上到低于标准杆四杆。刘云德也是有机会来到负四哦。哎呦，这个 birdie 也在洞口前的就突然停了下来，速度还是不快哦。所以刘云德呢继续停留在低于标准杆两杆了哦。前一洞是 Tony Double， 前三洞一出发是 birdie birdie birdie。另外詹锦棠呢九洞的第二杆过来。这是在第九洞，第九洞没错。右边这边，哦呦呦，跳不上来。果岭前呢还是一个坡度蛮大的，所以距离可能要稍微打足一点点呢，才能够上到果岭。啊，谢谢哦。卢建顺呢从果岭外推进来呢。哦，可能会有点过动哦。那叶左文呢从果岭右边切进来，这是他的第三杆好球。詹锦棠滚滚滚滚滚。金红军很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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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力道够哦。有点上坡的推杆进到球洞，抓下了这只 birdie， 前九是一只 birdie， 一个 bogey， 所以是 even par 的36杆。然后卢建顺回推漂亮哦，前九呢则是两只 birdie， 一个 bogey， 一个 under。詹宇棠则是打 par， 前九是有四个 bogey。好了，叶祖文前九的一支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 漂亮哦。那另外是汪德昌九洞的第二杆上来呢，好了，叶伟志第三杆的再切上来。好了，王德昌的长推过来，哦呦，很接近哦。轮的这一杆是他的 par par 了。
结果台是吞下了一波，也在前九洞的李文德是一分炮的36杆。至于张木川这一杆呢，也是他的 bogey 推杆，哦呦，好像有碰到洞啊，不过最后并没有能够进到洞内。哎，不错哦，不错不错。前九呢，三支波里没有任何的波也，这个叶尾距呢，三杆的33杆，目前是低于标准杆4杆。稍作休息，广告回来继续来欣赏2024年松柏岭长春慈善赛。